新闻首先，咱先来关心嘉义市议会消息。嘉义市长黄炳辉今仔日到议会进行施政总报告，主动表态跟进五都，将自删25%的特别费，准则财政开支。在施政报告当中，因应经济无景气，黄炳辉更提出每年度将实施包括学童免费的午餐、各中心注子宫颈癌疫苗、提悬生育津贴、甲新生儿营养礼金等多项福利政策，希望会当争取议会支持，也获得多位议员发言肯定。对促销退休军公告，年终慰问金开始，三甲公部门预算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。相关议题嘛，对中央到地方持续延烧。刚以市长闵惠16号到议会进行施政总报告，三地主动宣布将带头增设，各地三地四分之一的特别费。它的特别费，本府都是依照中央的规定标准来编列，我们数额比起五都的基准都已经少了56%，但是为了共体时间，也希望各和啊我们社会要和谐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一起来做。我在这里也正式的说明，市政府全部的首长，我们将依照五都，按照这一个标准编列，我们自动会准结1/4。带头政策希望减少财政支出，嘛为纳税人新荷包。但是对着福利政策，黄炳辉三叠胖子牛肉，表达希望伫咧明年度实施包括学童午餐免费、各中心子宫颈癌疫苗免费施打、提悬生育津贴和新生儿营养礼金等等多项的福利政策，嘛系得多位议员发言肯定。这边调咧，伊今仔日讲，伊做个民调内底有30%左右人反对。就是讲，有3/3以上的人呢，同意这个疫苗午餐来签合免费。我想，当一个政策在实施的时候，会当得到市民3/3以上的人来认同，那安尼这个政策呢，就算是成功的。但本期各校区的活动，营养午餐可以来免费，让每一个孩子不要被标签化，让每一个孩子可以快快乐乐的，不用自卑。没有压力的，在学校可以好好的学习成长。平均一个女孩子，一个咧发育的女孩子吼，各种年龄的，爱甲打3剂啦吼，这对一个家庭来讲，这是阮一个负担。即边会当予咱政府吼来完全负担这物件，这是在困难吼，爱来按着赞。时机买卖，民众对着经济的未来感觉真忧心，烦恼家己的失业无收入。首长带头增设财政，自产特别费1/4，算是回应民意的期待。第三个大动作，推动各项的福利政策，更是难得系得多位议员无分哪列政党的支持响应。因为大家都希望在经济无景气的年代，公部门会当发挥照顾百姓、稳定民心的功能，共同来度过这一届的经济寒冬。最新新闻，中国民用车三加二七彩虹报道。